小英总统又来了，一周南下台中两次，为了助攻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。我顶一回来哦，我有甲咱的妈祖婆请示，我甲请示讲哦，总统若征召我选台中市长，妈祖婆感觉其昌敢会当选？啊，我看妈祖婆的目睭那敢那有眯一个眯一个。蔡其昌打趣地说自己来镇坤宫第三次了，邀请总统蔡英文也来。咱甲总统直接邀请来镇坤宫看，叫伊家己来拜，咱这妈祖足灵性。叫伊家己来看看妈祖拜拜时，目睭有逆者逆者安尼无啦吼。蔡其昌及立委何新淳陪同总统蔡英文前往大礼拜庙，但蔡英文一周来两次，引发外界好奇，是否因为蔡其昌对上的是未曾通过拜帐的卢秀燕？这些主张政策他都非常的支持，那所以多次这个都来台中啊，一方面当然是他自己的行程啊，但是同时也帮我这个加油打气。当时卢市长拿下将近六成的选票，您这次有信心拿下多少？我不会去估算选票啦，上一次我的立委选区我拿下了将近七成的选票嘛，但是这个都是上一次的事情嘛。蔡其昌说蔡英文相信台中能胜选，未来不止来两次，还会时常来。而卢秀燕则在市府内举行道安督导汇报会议，幕僚透露卢秀燕市政时间不谈选务，团队也不会针对蔡英文频道台中助攻蔡其昌的议题做出回应。三立新闻张乃志 SN 小组台中。